生肖宝贝儿子小初一，近日迎来儿子的满月。30日 ，Sandy 也发文写下长文，分享自己的生产过程，并感谢一路上帮助他的人。Sandy 透露自己怀孕的前期和中期原本非常顺利，但到后期有了一些碰撞和颠簸，让他非常感谢妇产科团队的照料。后来因为某些身体因素，跟医生经过很长的时间讨论后，最终决定改医院完成生产。他也透露，在生产过程中，他没有浪费任何力气尖叫哭喊，更没有崩溃爆炸的情绪，真的是顺利稳定的带小初一到这个世上。他谢谢大家的帮助，让他成为女超人。同时 ，Sandy 也附上4张自己与儿子的合照，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 Sandy 有爱的看着儿子，并握着他的小手，画面可以说是相当温馨啊。